后场正手多种步法任你选，后场反手击球是大多数人的软肋，病根往往在于错误的发力方法。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王峰，今年已经39岁了，我已经好像有点离不开这羽毛球了，基本上每周大概有个三四次，能每次有个3-4小时吧。 就是到球场去不能打的话，也是要去看一看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我姓王，王峰，喜欢羽毛球。我们先半场活动一下。那么打一下全场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大家看看。 不要打太狠了，跑不动啊！不要不要，别手下留情。行，差不多。好的。哎，有点喘，有点喘。哎，是，我太累了。那个没有打了一下，我觉得你应该算。 不错的一个，在业余里面啊，谢谢，这不是夸奖你，有一些小的问题。对，这样我们就细细讲一下，分析一下。讲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再继续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从正手去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就是活动的时候，你这样打的时候比较好，因为这个点你就是比较舒适的时候比较好。所以当这个点比较厚的时候，啊，没有了，就变成你这里面处理的这个球就没有威胁了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这里面有几个方式。 最好的就是把脚最快一点，啊，就是你比如在这个地方准备，第一个就是首先要把身体侧过来，这个要快一点啊，对，你要相反，就是要相反。我对，我相反。你本来在这个地方准备好，这个是很重要一步，啊，这一步一过来以后，就算有时候你点后还没关系，它最少马上就可以抢到高点了，这个就很关键这一步。然后你看球了，嗯，球比如说就在这儿，你可以跳起来打了。 你说，哎呀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那就稍微再退一步，再退一步，再退一步，再到了。你看这里刚才我解释就两个，一个就是一转过来我就跳了，那我也到这儿，对吧？这就因为这个球已经到位置了，到位置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，那没办法，你不能跳，哎，再垫一步，它也到这个位置了。 这个是比较有攻击性的，是比较好的，嗯，所以我才第一个先跟你这样讲。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比较被动，因为这个球打了以后，确实人家压的比较好。这种球，比如说他打的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你还是这样比较容易发力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这个力量就可以发出去了啊。 虽然是被动，嗯，但是也不要让人家太舒服。是回到中场肯定被打死。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但有时候你打后一点，对吧？那别人他也不敢乱动。嗯，有时候打点直线，有时候打点对角，不让对方也琢磨不透，就是。嗯，是这样，这球准备的时候稍微蹬下来一点，啊，脚开，哎，对对，很好，对。对，哎，这样就很好。嗯，好。还有一个就是跳，哎，转跳起来，对，跳起来啊，你一步跳也可以，不跳也没关系，可以啊，对对对。 你现在一转跳也可以，哎，等于对对对对，主动进攻的，这个就是时间上又加快了，对，你再做做这个被动的，被动的，对，被动的不要着急哈，因为这被动呢，就确实就是属于那种重心比较低的，哦，你不可能站得高，站得高那是不是，这不是那个被动的，对，所以第一个刚才讲的这个过来，然后就用一个后面这个脚往后，这样就差不多。 过来，对，哦，哎，对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就不用跳那种，就直接一步就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转，垫一步，对了啊。十一，一十一，五，一十五。好。
脚尽量是做步伐的时候，尽量用脚掌，脚掌啊，稍微垫起来，垫起来，不要这样，这个就很慢了，嗯，也没有弹性，啊，这个就算你背动也是，用这个前面一点，好，像，明白明白，你步伐才比较有弹性，还有一个，当你做这个步伐的时候，脚要这样，不要这样了，你看你看他这样做哈，有点这样你看，哦，这样你的支撑点没有，他这样不一样，他比较容易回来。 啊，这样容易回来，可是你这样就很难回来了。对啊，啊，要转倒。所以这是一个整体，这样，啊，回来，对，哎，这样就容易回来，对，感觉很好，师傅。哎，对，好。 这里面有点就是不要着急，这个是一个整体，你看啊，嗯，应该是手先出去，你现在有一点身体就这样啊，这个是你看，这个是手出去，然后才这样，你现在有一点，这个也这就有点不对了，先打球，先打球，一打完马上就回来，快点。 你好像只是一个固定的方式，我不管你球在哪儿，我都往这儿，不对，你首先要看着这个球，对不对？来，好的，很好，来，好的，很好，脚要注意一点哈，蛮快的，现在已经，脚还要转过去，对对对，哎，你要估计了，这个一退就是让自己最好发力，应该在这个地方，嗯，所以打错位，你要这样去，反开，你不要尽量这样拉，你看如果球在这儿。 你在这样一拉，它球一到这儿了。哦。所以我说动作小一点，方便你看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这样出去就好了。来，哎，这好的。好。来。 啊，对，这个很好啊，啊，这个就节省了很多时间了。这个你就做另外一种了，垫一步到后面去的。嗯。好。放松一点啊，放松一点。啊，你看。这个就是好。不是没退的，是你打完球，那个整个人是坐在那边的。 嗯，说明你脚没有蹬直。这个打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打完了以后啊，这个后面这个脚啊，稍微给它直一点。你只要后面脚一直，他人肯定是要往前的。啊，你如果后面的脚不直是这样的话，你的人重心是在后面。 那我这个是不会停的，啊，所以你一停，那场地就让给别人了。哎，好一点，对对对，哎，对。